本节目由 Kinohimitsu 联合赞助播出。我们现在在台南，已经来到我们第三季的最后一季，请找出十二画的字。你走，这边查我那边的人。哎，我不要。I'm the king of the world。黄宝生，如果我变成鬼，我回来找你。往前踩，踩这个对不对？不跳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后面有大魔王。对面，我们会帮你报仇。你是卧底的话，你就害你的队员。收看叫我男神。今天呢，我们还是留在台湾，我们现在在的就是台南一个荷兰留下来的文化古迹，这个郑成功呢把它改名，改成叫做安平古堡。台北的时候我不在嘛，就派了我的好兄弟阿翔过来，他做得好不好？拍得快，效果 double， 节目录到很精致啊，差一点为你担心。真的，我听说第四季呢公司真的要换人啊。没有事的，没有事，反正你这样忙。有句话叫做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死在沙滩上。哦，但是是把你换掉。不要啊，我是卖命来组织的嘞，卖命来组织的嘞。好了，今天我的心情呢有点矛盾，有点不舍，因为已经来到我们第三季的最后一期。啊，每次排到最后一期就觉得很不舍。不过我相信呢，第四季很快就会来，我们的联合赞助商非常的喜欢我们的制作。这个要隆重介绍一下，最后一次啊。对，我们要感谢 Kinohimitsu 美金，让你路人变男神。耶，谢谢。除了我们三个是从马来西亚来之外呢，我们也特地请了两位漂亮的美女从马来西亚来。好，马上介绍他们出场，有请我们的嘉宾。哇，有风哎，美姐，有风了。现在有一个美姐呢，已经当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演员。哎呦，厉害呀，你真厉害呀！就是美不下去啊，做演员。你有别人跟美呀，我唯有走实力派喽。另外一位，给热烈掌声，我们的 Jacqueline 现在唱歌了，厉害了。就最近有刚发了一首单曲，要不要现场来唱一句？这个是考功力的时候。那只是一场游戏，一场梦，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。两位呢是非常有福，今天的男神呢是从网上那边票选回来人气王。好，我们有请我们的四位男神。大家，我是 Kevin， 大家记得吧？我又回来了，我再来叫我男生，真的很高兴，感觉很亲近。我抱你，你走开。来讲一下，再回来叫我男神，什么感觉？这个节目一直都是我最喜欢来的节目。三杀是我的主的，替 Jasper， 这是回来报仇。等下先讲又输了。不仅不仅最近忙什么？上一次拍完叫我男神之后，回来台湾就一直在拍电视剧叫《实习医师豆哥》。这次回归其实很开心。其实我第一次录完我就一直在怀念这个节目，叫他们回来也是好的，因为我觉得相处起来才会比较熟，然后玩游戏才会比较激烈，你知道吗 ？KR， 对，我们的 KR 很红哎，现在一直在上节目哎。
最近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办签售会，真的那时候收到的感觉很多。感谢叫男生，看看你的。我们改名了啊，我们不是叫男生，我们是叫男生，我们是叫男生。好 ，Kevin 啊，又回来了。最开心的就是看到 Kevin， 其他不是很重要。最近在参加一个国际先生，要代表台湾参加一个国际先生。还要来血池跟米奇友的魅力展现，我自己回去看我都要晕倒了。哎，你也是选米奇友？怎么会失恋呢？就被甩啊。被甩。哎，喝饮料啊！你们这位这兄弟，你是做直销的吗？我记得你那时候人蛮好的。而且你又旁边有一个经纪人做嘛？哦哟，好像我妈妈在耳朵那边哦，我这样哦，一直那边讲，尴尬二人两个，在网络呢，他们是非常非常受欢迎，可能不是最帅，可能不是最好，但是我就是红，很多人投我们叫我们回来，所以你们是不是加油？有两位新的男神要上来，我马上来了。感觉好像你的 ex boyfriend 那样。其中一位男神就是我的好哥哥柯鹏宇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科尔柯鹏宇，我现在的身份是演员跟歌手，因为我跟 Michelle 阿慈之前在台湾的另外一部电视电影有合作过，他是我第一个台湾的朋友，很荣幸，很荣幸被认证。那我应该是你第二个朋友吧？第二个，因为我们三个是同一部戏，但好像台湾都没有人了。他是创作歌手，对，真的哦，创作歌手都穿很多衣服的哈，创作歌手比较讲究层次。歌手上来呢都会表演一小段，有我准备好了。很怕你没有 cue 我，那我唱一点点我的创作，天亮了，这种 OK， 纪念今天早起的大家，这样好 OK。天亮了，那只笔却还醒着，黑眼前它都累了，用力也挤不出一点什么。哇！哎，我们那边还有一位我们的 Rocky。Hello， 你好，我叫李明瑞，然后英文名字叫 Rocky， 然后我本身是一名演员，但我在当演员之前，我其实是一个运动员，以前也是一个运动员，以前是打棒球的，就是有 home run 的那个嘛，他试过几次啊？他试过几次啊？你说 home run 吗？全垒打，全垒打，球场蛮多次的、啊。他搞错意思，感情方面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刚才有点推错意了，不太对。你试过吗 ？Home run 全垒？有，哈，每晚一次。好，那我们女神嘉宾也到了，我们的男神也到了。我们马上进行第一个。等一下，男主一。我们这次呢？太早出现，他不是每次玩游戏才出现。来，你再出来了。进去，我们。不是最后一集啊吗？快啦！经过了。有粉丝说很想看到，来啦，快点啦！Instagram 很多 like 的啦，快点啦！不要逼导演啦，哎呀！哎。高富帅，高富帅套。所以出发之前呢，男生跟女生要以猜拳的方式来选出你们的队长。还没有分队啊？我们不是，这不是你们的队伍。哎，我好不容易拿到这个哎。我们先让女嘉宾选吧。来，剪刀。哎，没有 bird 啊？嗯，没有 bird， 不可以说 bird 啊？那个是 one to soup。我们现在在台湾 ，OK？ 剪刀石头布。耶！谢谢。选他。OK， 今天做我的助理 ，OK。那你呢？讲我。拜。你是本来就要。其实我本来就要选你。告诉全世界的观众，为什么你要选我？因为没有人选你。没事，我相信男生会有明确的选择。新嘉宾选吧 ，Rocky， 还有我们的Kurt。柯鹏宇，你不要过来哦，你不要过来哦，你跟我去那一队。我说你会害我，你让 Kevin 来，让 Rocky 来，让 Nair 来，这是完美的战队。加油！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哇，米奇欧那组很好嘞。
因为我知道阿史是游戏王，我跟他敌对的时候他都会赢。我求求你，你过去他那一队好吗？我自杀式攻击，我选他。我不要了。K 啊，就跟我们的奈吧，奈奈奈，恭喜。Are you ready？ 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谢谢。上市。Congratulations， 没关系 ，No problem。好，还有我们的 Kevin 的木槿，剪刀石头。你想要去哪里？我想选 Jasper， 因为 Jacqueline 在这一队。Jacqueline 在这一队。来，准备好了，剪刀石头布。你走开！我们男主非常需要你。我的队员就只差他一个。Kevin， 那边好 ，Jasper。平均一下，我也要平均一下。哎，我又看了 Jasper 这边有点凄凉，因为上一次玩四杀的时候，他没有出现在我的视线过，他就死掉了。我想说，好，这一次我就来帮他看看。他们哪一天在米奇尔的组哦是王牌来的，现在王牌跑来我这边哦，王牌跑来我这边哦。谁输谁赢呢？很快就可以揭晓了，马上进行我们的第一个环节。第一个小游戏呢叫抢椅子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三十二号，四十八号，在前面，在前面一点，零九，再往前，再往前，亮变，亮变，等一下啦，亮变，等一下，啊，真响了。大家来到我们高雄的这个博二艺术特区。那今天我们会进行两个小游戏，这两个小游戏呢，每个小游戏赢了就有四个乒乓球，输的也有两颗乒乓球。OK， 那很简单。第一个小游戏呢叫抢椅子，譬如我错了啊，譬如你等一下要选有 I love you 的椅子， OK， 你就要去选了。那你们有十个人嘛？十个人，但是可能只有七张 I love you 的椅子，都明白吗？明白。OK， 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第一题，请选出有正确 Call me handsome 的椅子。三二一。我只有七张椅子是对的，一坐下就有九个人坐下来了。OK， 来，先让我确定一下。好，客的椅子。Call me handsome， 少聊一个 D。错了。第一个坐下的，对，从来没有离开过椅子，非常确定。好，我们看一下 Jacqueline， 答对了。好，站起来让我看你一下。没问题。对吧？我觉得你的队长也好不了哪里去啊！我是前几个坐下来的嘞。Call me handsome， yeah。拍手拍手。我给。遮住镜头。Call me handsome， yeah。失败失败。
Kevin， 高密先生。请问你是哪间大学啦 ？CEO 感情不好，感情不好。Call me handsome， 这是错了。到这边重组，这边我应该没有问题的啦，不用看了，完全正确。不能太早，不能太早，不能不争气的太早。好的，完全正确。为什么红薯这样做？对的，队长不要让我丢脸了。不可能会丢脸。Call me handsome， 耶。考米还少，对，正确，红组5分，蓝组2分，好，马上来第二题，来，好，我想问一下。请问谁的那个中文水平是很高的？我不高。你知道我问什么吗？中文水平很高啊！你会中文字吗？破一。这边呢？谁的中文水平？我英文比较好。所以你是完全不会中文吗？我小时候出国读书呀。哎，那我也有出国读书，我也有。对，我们这边才有出国读书，都没有讲出来呀。不是，我们虽然出国读书，但是我们的母语我们还是很了解。所以说考中文啊？对。没有这一题我也很怕，因为他也不知道答案。这一题呢？考笔画。Oh no！ OK， 听清楚了，后面一共有6张椅子是有正确答案的。好，请找出，请找出12画的字。准备，3、2、1。这个吗？确定你骗？这你投对啊！对不起。你走开！你走开！咚咚咚咚枪，鸡巴偷偷想，我以为你哥在开枪。我吗？啊！这边是发生什么事情？这边发生什么事情？你们两个，来来，两位先起来。他们选了这个，哎，是好像不对。半天。等我看一下。你是说相信他是红薯的？你都不知道答案。太看起来聪明了。哦，这13呢，恭喜你们，两个真的你死我活，是的，错的啦。神经病啊！我不怪你，看我真的不怪你，你根本都不懂中文字。重点是，不是我来不及算，他跟我抢，我只能跟他抢。你要抢一个华人来抢啊，你跟个韩国人抢。我完全不懂。我当下看到我是有点傻了。哎，什么是12画少一画？哦天哪！好，来，你算了吗？算了。你自己算对还是错？7、8、9。Jackie 是错的。成龙大哥，我说要把这张给他做，哎，真的吗？对，我是 gentleman。重点是这一张吗？重点是那个，就是你说的吗？哎，你是我们队的。错的啦。我们，我觉得我的是对的，我刚刚有确认过了。这是我们团队，你数一下给我看。好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这个吗？确定你骗？我跟你同队了。看一下队长，看队长，你们男主真的是不会滑蚊子一个两个啊！你刷一下给我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。错了，这个是算一画，所以 Jasper 队长是错的。来，谁没开？Kevin 抢我的椅子，我还来
不及数，你只有数好了，我就坐下去了。真的吗？你考分正确吗？其实我没有考分，正确了。我们来看看，真是真正时刻的时候到了。你会算吗？我算看，一、二、三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答对啦！你算一下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 double 吗？八哦，四加四八吗？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二。怪怪的，怪怪。答错了，答错了。所以重点是这一张啊 ，OK， 好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。十三？没有，哪里？哪里？这个是一起，所以是一画。你们是画蛇？没有答错啊。十二画是答对了。要用到脑的话，你肯定看得出来，很多人是有样子没有脑的。如果在现场玩的话，我死定，因为我这个人呢，对比划来说呢，我真的是很笨的。好了，导游，刚刚第一题呢，我们的红组暂时领先。第二题，快数学。啊，数学非常。真的、啊？听说你是全 A 生的。没有，没有、啊、我全 E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好，好，好。第二题。有五个答案是正确的，请找出。可以给八除的数字，三二一。可以让八除八。八的倍数，其实你跟我说要数学的时候，完全不可以，完全没有办法，我也觉得没有胜算，那就算了，反正我的队员应该数学都很好。你们知道吗？可以给这个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好了，听话了，不要动。好，我手上正确的五个答案就是。正确的五个答案就是三十二号、四十八号、六十四号、九十六号，还有一百一十二号。我的天，他最后一个做到。给他好伤心，他好伤心，不要这样伤心 ，OK？ 兄弟，十一也错得太厉害了吧？男子答对三题，红组两题。他害我的，我问观众的，我问他讲这个。所以你笨，谁叫你去问观众？因为那个太阳已经开始要下山。是我们最后一题，正确的答案一共有五个，如果你们答完五题的话，就肯定你们赢了啊！听着，是一个数学题，这数学题是三加二乘五，三加二五乘五，快点给我一次，算出来，算出来，快点算，算这个就好了，做我做，我绑住啊，快点，快点，男主好像已经被我骗到了。我就没逃，我就讲十三十三十三，你们就直接去做十三，就十三，我就喊很大声。不可以给他做。好像为什么这样子？二十五没有人要抢这个二十五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应该是 something wrong 了，然后已经游戏就开始停止了，就来不及换了。说一下你们正确的答案是什么？十三。十三。三加二乘五，你十三是怎样算出来的？拿了十三的，请把椅子举起来。红组四个，蓝组一个。哇，我真的觉得是我们连想都没有想到，而且我拿了两张椅子二十，我想说你们在抢什么椅子，我自己很开心的在后面，然后什么大家都喊十三，我说啊为什么，好惨哦，下一个游戏我们一定要赢，好，最后胜出的就是我们红组。Yeah!
所以红组一共有四个乒乓球，那我们蓝组只有两个乒乓球。我们马上进行下一个小游戏。是不是很多人选二十五？你知道吗？因为三加二乘五，原来是十三，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答案。当然啦，有人错也是有人对的嘛。恭喜红组耶！好，来到我们第二个小游戏了，非常关键，因为为什么呢？这个游戏足以让你们的那个乒乓球呢增加或者减少。OK。非常简单，这游戏要动脑吗？不动脑，这游戏不动脑。这两个酱有脑，是我上一集圈出来的嘞。谢谢。你看你的人，搞的就是在你的组害到他们输掉。所以你们讲是谁的问题？你的问题。每组有五个人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们要选一个人出来浇花。浇花就是淋水 ，OK， 好，倒到达标了之后，他才可以去下一个。倒水的那个不能摸，你们也不能动，你们的头只能这样子 ，OK。最短时间倒完的那个就可以伸出了。那你们谁决定谁倒呢？这种塞缸我们给新人组，谢谢大家给我有表现的机会。啊，你们这边呢？啊，很明显，第一点，那就各就各位啦。男主先开始。耶、yeah, ！我不用被弄湿，就算是被蒙上眼睛，我觉得那个准确性就是完全准确 ，excellent， amazing。好，男主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只有六瓶水，用完了就没有了。OK， 准备三二。是真的很冷哇 ！K 啊，头不要动，来来来，啊！哇，好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左边，左边，我看不到，前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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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好玩的，你好啊 ！OK， 就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我们男主的时间是前面，前面，在前面，在前面，在前面，你喜我也可以，没关系，我们分了没关系，这不是你。Kurt， 我们选错，我选错队，是我的错。Michio， 拜托把我拉回去吧。来，加油，加油！弄死他！哎哎，不可以这样子啊！哎，不要欺负人家好不好？就这样，就这样，等一下，我怕冷。你打好来。乱乱的眼泪更换你换成一块眼前的色彩，越到越开心，想说玩到 Jasper 那边去了之后呢，想捉弄我们队长的感觉。Jasper， 明明那个杯这样容易倒啊，倒到我整身都是，其他人都是干干的，只有我一个人湿的啊，气死我了。好了，我们先来看一下男主。我觉得你只有一个朋友，就是 K R。没有，他的朋友在这里。很过分。表现不错，表现不错。为什么其他的人这样好看？不是因为我，是我这样，因为我不喜欢，因为我不喜欢在倒数的人一直吵，吵死了！我们男主的时间是两分四十六秒。红组，到你们了，希望可以低过这个时间，好不好？好，各就各位。我们自己下场之后，我其实蛮担心 Vivian 的，因为他在上场前，然后就没他怎么做怎么做啊！天哪、啊，好吧，那就相信他吧。预备，好可怕哦！三、二。
一开始他淋上去的时候就马上整个人结冰。好，下一个，好厉害哦！他一刀到我身上，我直接跳起来。可是还好是我们给他指挥，他到我这一关还算到得快。你指挥他，你高一点，高一点，快，这边，这边，快，这边，这边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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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在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，怎么办？我发现我们的那个游戏一被蒙上了眼睛，我的世界就失去了方向，我就开始怀疑人生了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我们马上公布成绩了。刚刚我们男主的成绩是什么？2:42，两分四十六秒。后面的小数点我是没有看到的。红组的成绩就是。哇，太假了！两分四十六秒。准准，所以这一局啊就打平了。六颗乒乓球，每队三颗乒乓球吧。不错，也不错。可是这样子的结局是谁的错？是德龙大哥的错。谁应该受大惩罚？我们每一集都有一个惩罚，对不对？我要带内裤，我没有带内裤。OK， 不用穿内裤。好冷，好冷，好冷，好冷！我们马上进行下一个回合。好，欢迎大家来到石鼓文化区。这个地方非常的大，我相信比上次我们的 Lego Land 更大，所以今天我们要玩厮杀的游戏。哎呀，不要！但你有经验啊，两次我都是第一个，不要连累我们哦。但是你上次有经验的组员已经去那边了。哎，红队也过来集合。一二三，向上向后。若是少有良心，你就不该抛弃我，抛弃我。今天我们的宝盒呢有点特别，因为里面呢是没有空盒了。现在如果找到一个宝盒里面有十个鼓的呢，那个就是胜出了。不然的话，把对方厮杀完，那另外一组也胜出。不要忘记德荣是大魔王哦。大魔王。经过上一次当这个魔王之后，我觉得挺不赖的。虽然我的脚不是跑得很快。啊！我失败了。但 at least 我有脑。你现在你追到我吗？我蛋。那种自认很大事的，那边马上小心点了哈。好了，准备好了吧？好，马上开始。我的策略就是要把 Kevin 杀掉，虽然他是我爱的人，因为他在蓝队，我没有办法。蓝组只有一个策略，就是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请出发。我知道这个是一个把手来的，这楼梯很可怕。去哪？这次蓝队呢，我们就是策略太多，自己以为自己很聪明，结果一直输。我觉得真的是队长的问题。没错。哎呀，我的球一定破的，这样子。这边破还可以补回来。哎呦，好可怕。所以是平地吗？这里？啊！不是我的吧？为什么？又有人破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破掉？不是我的吧？我觉得这个是我走到最可怕的一次。哎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有人在吗 ？Hello，Hello， 你是蓝队还是红队？蓝队的 ，Jasper。啊？你是 Jasper， 蓝队的。你是谁？我真觉得我都。我想说，哎，刚好把我们两个就放在隧道里面。这是我的女神吗？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说。爷爷。
爸爸跟老公，哪一个跟你没有血缘关系？老公吗？老公吗？干嘛老婆？干嘛老婆？啊老婆？啊老婆？然后我就严重的被他撩到。你觉得我是谁？我觉得你是我的真命天子，我的真命天子。等一下，我保护你好不好？我跟我们队员讲，不要杀你。那你可以保护我们的组员吗？真主吗？你不能要求那么多。那如果爱我的人，就要爱我的家人啊。我策略就是先夺，我只是不要第一个死而已。Jasper， 谁？你泄露行踪了。谁？你。네네교토 Jasper 我是谁？안녕하세요不是他嘞，是每个人都知道我在这边，不是欧巴吗？ Hello， 听到有两个不懂谁的声音在附近，导演一喊开始，我马上去杀了。我们都去追杀 Jasper。 哎，谁？快快，我先跑了。嗯，我看到 Jasper 了，快躲起来！喂，这里是一个洞穴吗？好像有回音这样子的，很怕。喵！喵！对方也给我。喵！我赶快点，吓死我了！红蓝两组马上进行厮杀，同时注意大魔王的出没，也别忘记找宝盒。找宝了，先找宝了。游戏开始，打开你的眼罩。游戏开始，打开你的眼罩。我一打开那个眼罩，结果是 KR， 我就欧巴，好嘞哟，我就赶快走。不要怕我啊，我是韩国欧巴，韩国欧巴很温柔的。结果就用完我的力气，我就真的是没有力气。哇！我竟然一开眼睛，所以刚才喵的那个人就是 KR， 学猫叫啊啦！这里是一个洞穴吗？喵喵！喵喵！我的目标四颗球。我觉得很危险哎，因为之前一开始都不会是先厮杀的。不然我们先收集两个能力。我觉得这里一定会有宝盒。我也觉得。我昨天不是去夜市逛哦，我已经诅咒了红组，红组就是我呢。你是蓝组，我诅咒红组，你看。小人。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？我给你一个，一两万不要，我不要。赶快，我要找宝盒。快点找宝盒，不要等会。推刀厉害，推刀厉害。觉得很可怕。来，对，来，几个？几个？我们过去包围。这样，人很多，人很多。这边，这边。抓不我一颗气球什么意思？米丘 ，I'm so sorry。米丘，这里后面。找到救星，我抱了一颗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被魔王杀了一颗。不是，你有找到宝盒吗？我们还没看到，宝盒都会在哪里啊？我们现在有看到吗？我们红蓝怎么可以在一起啊？我等一下看到我的队员的话，我等一下会救你。OK。OK， 那我看到我的队员了。那如果他叫我撕掉你的气球怎么办？你会撕掉我的气球吗？你会撕掉我的气球吗？我不想啊，我不想啊。不想吗？是不想还是你不会？我一直
道。那边有人，顺便找宝盒。我从来没有找到宝盒过哎，我又不敢一个人走，我要靠近啊！你太靠近我。这边有没有宝盒？你为什么把我拖？很多时候比赛不一定要靠牛力，牛力，嗯，我们这种用智取，我要保持实力，最后让他们跑得七七八八，我才追他们。不要跑，你要保护我，你不是想要保护我吗？队长，我们一起吗？不用不用，你一个人走。我觉得我们躲起来比较好一点。谁跟谁在一起？是我的主人吗？是啊，是 Jacqueline 蓝色的，我们不可以去找宝，还是我先杀掉他，我先杀掉他。Jack， 那边有两个，看到我，你抓住他，你抓住他，我抱。Vivian， 他们从那边，你从那边走。你比较笨，你比较笨，比较笨笨笨，你从这边走，我从这边走。这我们不是分开了？那，科尔，现在找到 Jack 跟 Kevin， Jasper 呢？你爆掉了吗？爆掉了吗？没有，我都没有看到他。来，我们来团结一下，跳一下。球，为什么你的红色气球？没有，我要那个掩护，他会被杀，陷害我们的，陷害我们的。谁？谁？不好玩这个游戏。准备好了吗？回跑！飞毛腿是很快的啊，跑得很快，但是我接触他的球了，但是他在拐着弯，如果碰下去呢，我会怕他跌倒。米姐来的吗？是不是奖杯哟？好，我想要玩掉。讨厌的，谁发现我？我的毛巾掉了，这个是德隆大哥的毛巾。这个东西我放在后面，我就变 Superman。有没有像？这边都不是啊。为什么完全看到宝盒，放在那边。看到第一个宝盒，超开心。只要找到宝盒，你就是有胜算。找到宝盒，是什么？我们本来也要上去看的盒子是什么？就米奇就突然一个眼神就看我们。你们先走。那好像明白什么了。哇，真。天哪！我要哭了。为什么第一个宝盒是这样子的宝盒？我完全傻眼，因为第一个盒子就是我是那一间。十分钟没有杀到他，你就自动淘汰。我真的是完全没有想过制作组会做那么贱的事情。为了我们的队考量，我要杀掉木吉，因为木吉可能会帮 Jacqueline。前几个游戏他一直在让 Jacqueline， 好，我真的不太放心他。前面有个红衣的，对不对？九分钟。我要找木吉，木吉，米奇啊！为什么你那么多颗？为什么你那么多颗球？哎呦喂！人气大增，恭喜你获得额外的三颗气球，给我五条命哎！我金刚不败之身啊，我有五颗气球哎，你怎么捏爆我？Hee hee hee!
球哎，怎么办？我现在好无助哦。我们队还有谁啊？我们队我不知道啊。还有 Vivian， 我要找 Vivian， 还是你我跟你分开走好了？好，我跟你分开走好，我要找 Vivian。你要小心，只有一个球了。好。为什么啊？我不要这张卡。为什么？这里啊。红酒大人，红酒 ，Vivian， 就用 Vivian， 就选 Vivian。超多人，超多人！他知道我们闹人，不要闹单，不要闹单，快，还是我们两个人，他们三个人可以，他们超多人呢，不要不要，不行，他那个肌肉太大，不行，不要不要，我可以啊，不行，他们不敢过来，他们不敢过来，找个宝盒，找个宝盒，应该会藏在跟他一样颜色的地方，哎，所以，红队在那边，啊，加 K 二。他去哪？给啊！松死，别救他！给啊！为什么？他去引诱他们来。他会怕了，会怕就好了。现在只有蓝组可以厮杀，红组只能防守，记得小心大魔王的出没。报仇的机会，再跑！喂，现在蓝组可以厮杀，快跑啊！我终于到我的 teammate 了，我们找你找好久啊，真的哦？对啊。哎，大家找宝盒，我先杀人先，现在是我们的时间啊！哎，我的 Kobe 不见了。奇怪，我就不信没有宝盒。Kevin， 什么声音？快点！没有宝盒啊！宝盒？我找了很久很久很久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宝盒了。我跟 KY 在一起。Kevin， 哇！结果一打开，你想要是不是？可以。好的，细胞凝结，完全不能动两分钟，在这边躲着，会不会有人来了？我就很害怕，惨了。佩亚，你可以走，这什么意思？我站在原地不能动。我怎么？你放弃这里，继续去啊！你去找，再找这边有没有盒子？不要，这条绕路大家都会经过。我在你的旁边，我等两分钟，好不好？我的心都融化了，其实我很累，很累。嗯，你看我都。米切尔 ，Kevin， 细胞凝结。我知道，你要去刺杀他们吗？现在可以刺杀他们了吗？不能，我们对，我忘了，我要找 Vivian。Vivian， 我没有看过他哎。啊，怎么办？你要找到 Vivian 是吗？是 Vivian。他们就一直在倒数，你知道吗？我心情超纠结的。什么东西？你拿到什么卡？你现在该不会是男主的吧？不是。我就他一直没有动作，所以我觉得好，可能没事。然后我就认真跟他一起去找宝盒。喂，这边也算吗？会放在里面吗？就只是在这边。对不起。没死是不是？我就猜测到了。怎么办？还有多少时间？我要找我的队员。Vivian， 你到底在哪里？为什么我从来没有遇过你？时间剩的不多了，我就去找 Vivian。对不起。红组的 Vivian 淘汰。对不起，这样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，我超级内疚。我看到他，我以为找到队友了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在这边。不要哭了 ，Oh my God，It's OK，It's OK， 我们会帮你报仇。我不能，我一定要表演十秒落泪，要不然我的镜头不够。对不起，对
德隆大哥，德隆大哥。开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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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帮你按摩。你放我！我要找那个宝盒。我现在宝盒我都怕。啊啊没有 ，I'm the king of the world。黄宝先生，我要变成鬼，我要回来找你。耶！耶！踩这个对不对 ？Jackie， 我喜欢你。Jackie 的心跳最高点去到。